Hello 哈，今日我哋由康城出发，首先去将军澳嘅地标潮汕 ，Let's go。我哋就嚟见到张头啦，行咗几耐？大步。我哋行嘅时间唔可以作准，因为中间有影相。同埋条桥真系好喐咯，啲车货车、大车一经过咧，就即刻 feel 到佢嘅震动，好似咁样。撇除今日天气因素唔系几好咧，其实佢个景都唔错嘅。海挺清澈的，同埋佢中途仲有啲观景台咁样啦。虽然佢个观景台唔知点解佢个栏杆系超高，都你望翻咁上下高度唔系好观到啲咩景啦。但系佢都应该慎防有人失足跌鬼咗落去。哦，咁都系嘅，呢度一跌就劲恐怖喎。海中心呼唤，在海中心呼唤爱，有冇睇过呢套戏啊？冇，在海中心呼喊救命咯，会变咗。啲头发都乱。头发乱了，我的手发乱了，我的手发乱了，是不是很长的？我不要不要张学友是啊是啊，我们刚刚过完那两个圆形，已经拱形了，是啦是啦，已经差不多去到调景岭了，没错，我们应该真的是差少少就去到尽头了。 2000 years later， 我们已经讲第三次到了，但是永到了。究竟是我哋有几咁想到啊，定系呢条桥真系太长啊？唔系，其实系因为我哋肚饿啦，真系要食嘢。可以听海哭的声音，咁 sad 嘅人，咁悲观嘅，但系可唔可以系海边的阿豪啊？你唱嚟听下。唔识唱，有版权有版权。OK， 因为我哋系音准，所以会有版权问题嘛。我突然间想好，哪里自信？我突然间想到，仲有掉进海的眼泪，都系好 sad 喎。可唔可以海边的阿豪啊 ？OK OK， 我问多次我点唱嘅。哇，好黑啊！天真系，哇，好阴啊，好似追咗你嚟咁样嘅乌云。呢啲系咪真系？活着带帽，唔好意思啊，小姐，嗰个系云嚟噶，唔系雾嚟。系真系咩啊？而家四个字。我哋而家系张南大桥啦，都好彩，我哋啱啱行完呢条桥，跟住佢就开始落大雨啦，跟住个个都开始担遮啊，真系好撇雨咯。第一条桥睇得到啦，噔噔，好大雾啊！你咪要我唱啦，嚟啦 ，three two one， 背着大雾，对着明安的去路，仲有。背着大帽默默地在等你的 follow。